边。有妹带，有妹子带我有妹子在。玩，没有，是说妹子带我玩。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没办法。会奋不顾身的前进。你这只兔子其实看久了有点可怕、欸，脸上有血。白痴哦、喔，当然可怕、啊。我是因为我全程都是背对着，想说我没差。懂吗？别人看没关系，自己看不到没事。对啊，我看不到就好啦，你们看什么？哎、欸，怎么又是这个车啦？哦，算了算了算了，来松松松松松。Hello Hello。真的很北七耶，骑车的时候会把手放在大腿上。会调啊，那个摩托帮个性吗？好像是吧，风格还是什么的，它可以调骑车时的姿势。有兔耳造型，你确定要看正面吗？这是个面具。那没有兔耳啊，只有面具啊。Hello Hello。啊，你不唱了哦？啊？等一下啊、哦，什么什么？花丢力，你什么？鹦鹉力。哦，鹦鹉力。有气啊！如果在听别的歌。等一下，我去我的管理群打个字。对哟，彤彤憨憨，你没有去挂诺音台哦。我是真会打，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哎呀，呜、哦！这个妹子的声音会不会太小声？要讲哦，我已经把她拉到快200%了。那你要小心，我等一下大爆音哦。爆啊！没有啊，主要是想说她在帮我弄一些东西，她又很久没开台了，就问她说：“哇哦，我要开咯。”开喽，我摔车喽。有点小是正常，因为他在害羞。看一下哦。老巨嗨，讲话，你快讲话。我的管理员出现了，画，白痴哦、喔，白痴哦、喔，走错路了，走错路了，走错路了。我跟你讲，老巨，他声音真的超像水里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测试，他说你有没有个亲戚姐姐住在哪里哪里，然后是不是在做什么工作？他说没有啊。哎呦喂，什么声音？鬼，必须。哎、欸，好像有人要来杀我了！啊！要踢！老大，救命啊！老大！等一下，老大，老大想去救你啊！我走了，我走了。逃过了吗？对对对。来踢人，踢得掉吗？有四个人在、欸，加我们两个，四个人。看呐、啊，
哪个 IGN 的、喔？我不知道哎、欸。地图。都按，两个都按。有 CD 哭啊！哎、欸，不能踢它，是不是已停用、欸？为什么？哎、欸，我 ESC 坏了。讲话方式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它真的很像，是刚刚你被东西炸到的硬吗？我 ESC 也坏了。我好了，回来了。哎呦，有，好了，好了。喂，不要逼我把他们两个人拉在一个通话哦，我会认不出来哦。哟，他离开了，不见了，对对。啦。请问之前的 GTA 5会剪精华吗？之前的，你是说这几天开的 GTA 5吗？没办法剪呢、欸，因为画面。2秒定格一次，我那个自己剪的很，看得很抓狂。韩文难安，你要介绍妹子给我发可哦，我给你发。你有看那个温阳？然后你没看我台算我吗？了。啊，我现在没有空开台耶，没事我没在事送货。没事没事，我要送货。你可以讲"亲爱的宝宝"吗？什么亲爱的宝宝？就讲"亲爱的宝宝亲爱的宝宝？啊呢？”安呢？没有，因为你没有听过他的语气啊。如果真要你学，你一定学得很像。可是讲说你跟人家声音很像，就觉得很没礼貌。你看看。我说："老大，你在杀我！"真的，嗯，我能怎么办？我也在运货啊，我要怎么救你？打字打我不送货 peace 了，please。拜托，杀我老大，别杀我！哎呦呀！哎呦呀！哎呦喂！不会卡，对不对？我跟你讲，我的设备没升级。我来讲一下为什么会发现 GTA 那个画面会卡，因为我那时候是前年换电脑，是因为也是玩 GTA 卡嘛，那时候是玩游戏也卡，OBS 也卡，才升级。然后是想说，我发现我玩那个 Amigo，就是人类一败涂地也会卡，然后我发现我玩游戏也不会卡。然后那个一败涂地也是两三秒卡顿一次，卡顿一次，我就开始在找原因 后来发现说，我画面上面那个摸不补的图，对不对？就算我不开游戏，它也会卡。我就想说，应该是这个 OBS 的问题，然后就查，最后查到的原因是因为我开太多那种游戏截取跟荧幕截取的东西了。然后我那天133的20几个。所以是把那些没有用、没有在玩的游戏都截取都删掉，然后再打开 GTA 看了一下，画面就变顺了。游戏安内啦，哎、欸，怎么了？你要摸屁股了？没有，没有屁股，不是这个点是怎样？送完了，我赢了，终于赢哪你一有？次哪有？怎么可能？了。怎么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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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可能！
敢不像吗？我觉得超像的哎。一直通话还以为水里跑了，不行，我一样跑来这边聊天，惊死！那现在嘞？看下嘞，起码嘞，先回开。什么？你又要听行为规啊？听啊！听啊，哪次不听？因为暴君不是不可能就是前后翻滚360度吗？对啊，对啊，因为我最近一直撞到东西，就是360度在飞。没有点歌归点歌，会不会唱是另外一回事啊。还保险箱。爱着你，无法度，人的感情的路，莫勉强。自己走一点路，因为我爸母嘛无教错，只要思念思念你，我甜呀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黏嘛黏滴滴，我飞呀飞出去，咱何时才会当？哎哟，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阵春风对面墙。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阵明暗暗，我明暗暗。哎，我唱错了。等等等，我去买护甲。啪啪啪啪啪。伊找你来作伴，我的一生交予你来换，只有你上适合。咱两人未来是天注定，只要思念思念你，我甜呀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黏嘛黏甜甜，我飞呀飞出天。咱何时才会当？哎哟，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阵春风对面墙。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阵你茫茫，我明暗暗，我明暗暗。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阵春风对面墙。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阵明茫茫，我明暗暗，我明暗暗。这两个应该可以让我们解任务吧？这两个？对呀、啊，因为那天杀我们的人也不高啊。刚那一个很乖啊，有一个 W 什么的。因为本来昨天也想开台，因为我们在接一个 GTA 很无聊的任务，那就是收集东西，我们收集了一整天，想说啊没开台又好可惜，可是开台又觉得哦，
那边嘴巴太多，有点难控制。常驻 DJ，确认。哎呦！他不就还好，我拿完零食了，你拿完冰吃了？哦，零零食，食哦。对，进入雾音哦，上次那个哦。台柱，你头上的弹孔还在吗？需要帮你打一个吗？哎，有吗？头上有弹孔吗？哎呦，哎啊！你又怎么了？我刚刚想说，我到了，我就跳了暴君啊，然后我卡在直升机底下。我来了，我这次不用挂网了，我这次可以来了。后座可以发吗？不行吧？不知道。结果我按到 F 跳下去，那我救不了哦。要我按降落伞，你要来救我？欸，我不能按。好欸，没我的事好像是我要自己按欸。了。对啊，还是要下来，我去副驾。没关系啦，带你去兜风。帮你看那边比较近哦，好干，好像也是欸，就那个最远欸。所以先撞他。啊好，对嘞，应该不该上来的，如果有人再来问搞的一话，次，哦，对不对？来不及了，来不及就算了。上了船就别想走。感谢超级留言，不完全测试。其实这几天，哎，前天弄好那个啊，会卡的问题，反正要开台哎，测太试。高了，我飞太高了。来回呀、啊，来回我呀、旋转一下你，我旋转一下你。你只剩下3个小时半可以旋转我。那我们在这里转三你个，今怎么天，办？妈不用吧？你不是这只转了10分钟？马来西亚超级留言，对啊，前几天也有人这样讲，这样你们超级留言就没有借口了。比如说马来西亚不能超级留言哦，卡卡卡卡，好久不见，也没有啊，礼拜一才见过啊，一礼拜五3天没见而已，还好吧？你是太认真在开车吗？不，开飞机、直升机吗？哦，卡，会卡。没有啊，我只是没有空点歌而已。哇，他弄那么久。给我一个球，再给我一个样子，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我是他。第一台多台吗？我把网址关掉，然后我把一些没用网址关掉看看，这好了吧？
不行，还是会卡，关掉。不然等下陪我教我怎么过前置啊？开学了是不是？啊？开学了是不是？怎么开学？我说你可以学了是不是？可以啦，今天睡有睡满七小时了。你的赌场解完了吗？我赌场还没啊。还没，那你要先解导的还是赌场的？不可以啊。送完了，老大。好，老大觉得很满意，我们换战局吧。哎、欸。啊。好，那你卡一个。好，等我一下哦。嗯，来追踪他。看你怎么跑走了？还不叫跑？哦，你是说他哦？对啊，来跟踪这个妹子，你连走路都很快、欸。我走路很快。对啊，穿高跟鞋走这么快。不是说我跑很慢吗？走啊，是走啊，没有说你跑啊，你跑当然慢呢、啊。你，哎呦，什么？来撞你！我把你顶起来、欸！哦，我没有看到。哇！我还在等直播。好玩啊！有那么延迟吗？因为我开着 GTA 跑很慢。哦，完了，你是不是进来了？对。你的分身不见了。哦，我以为会看到第二个我。哦，卡卡卡卡卡，怎么会那么卡？哦，设定没有调啊，线上设定显示影像，哎、欸，我都变高了，我被搞了，你可能要等我一下哦。好。重启 GTA， 我没有一直顶别人啊，因为我原本都是全部普通啊，啊，怎么突然全部变成高，吓死我！彤彤早，不是彤彤早，不行。哎，你是被洗脑了哦？你怎么一直唱这首歌？那不是你前几天也是不知道唱什么歌，洗也洗半天。你说跑跑卡丁车？对啊。啊，对，我们等下来开跑丁车，卡丁来跑。对，我的观众都还不知道，我买一些无聊东西。沙林，我还想买口那个口琴，我就含在嘴巴在讲话。
相遇即破碎的拥抱，像云在天空中停靠，夜晚的来到，也不会忘了阳光的温暖，我要忘了你的样子，像鱼忘了海的味道，放下所有梦和烦恼，却放不下回的乞讨。卡丁车在哪个分类啊？最后一个网站。最后一个网站。对，网站。网站。网站，官方网站。那南港展览馆你会念吗？南港展览馆。你不能故意。快点。南港展览馆。啊、哦，你找到了。你是哪个现代陶威？威，对对。哎、欸。不是经典陶威还是威陶？微陶，将你记住谁的拥抱，不影响阅读好吗？有自己念错，知道就好。对，夜晚的来到，多少？也不会忘了阳光的温暖。990哦，我要忘了你的样子。像鱼忘了海的味道，放下所有梦和烦恼，却放不下回的乞讨，只剩自己留好。你刚是说990吗？990吗？对，我刚刚讲990，99,000吗？我想说太贵了吧？嗯，怎么样？嘴巴硬了？什么？没有，我翅膀硬了，我嘴巴硬了。我、哦、你看要给，哎呦，欸、可以耶，啊、真的耶，有用耶，要顶一次。我有用。叫存载具送回车库。哎、欸，外加外加搞。耶、yeah.。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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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喜欢紫色哦？没有哎、欸。为什么你的配色都是暗紫暗紫？蓝色跟紫色。哦。人色系。我吃搞未？还未啊未。你穿这样会看到内裤哎，你才知道哦、喔。帮我换那个 啊，你没存。换衣服啊！哇哇哇！我回去换。你说要穿那个肌肉装啊、喔？
用鸡公叫不是啦，车还没运到啦，还没有到仓库。拜拜。拜拜了。这什么衣服？套装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我就换了。然后昨刚刚不是讲说昨天他还陪我解一些任务吗？然后有这个不是，这个。个那个抢劫第四章那个推佛的那个，吵死！风格还有一个他妈的超丑二，没有存啊？有啊，想要存好玩的啊，反正会删掉。耶！哎，这个外星人只有三只手指头，所以比耶他只会比一耶。咦没有风格，你看正常来讲就是比耶，那比一，这一副很好玩，吵死了，那完全跟我的风格不搭，他不该存在在这。欸，人变好多哦。对啊，我们刚刚要干嘛？我们刚刚本来是说要解前置，但后来说玩卡丁车。那不然我换个私人好友吧，啊、或私人帮啊、先上。还是先邀请好了。嗯，怕等一下有其他帮会的，不然我们在干嘛？加进来。对啊，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结果卡我们画面。那你好了，再叫我，再叫我。进去接机。什么东西？抓什么？不是，我在看聊天室。卡单子。没有，我在看聊天室。对哦。请邀请的赞助。啊，我们不能去沙滩玩了。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没事，抱歉。红色高跟鞋。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有邀我战局吗？正在。好的哟。又怕我忘记一些东西。邀请。Okay. 邀请。耶、yeah!。
干嘛啦？那个阿宝飞到我前面毕业，然后我就加入你的战局走了。哭了。我说亏我那天游泳跑到你隔壁。能改什么啊？你刚唱什么歌啊？什么？哪一首啊？有人问。什么哪一首？你刚刚的啊？你忘了你唱什么？这是红色高跟鞋吗？是现在这首吗？我不知道啊，你唱，我们听不到。对呀、啊，哎，快唱，快没有了。和高跟鞋，真的有防滑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哦，只是造型哦。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什么。妹子叫炮熊。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风吹过，远远的心像快坠落，有自由，我们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多想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我要我生发心中快要熄灭的火花，我要我救活命中快要失去的英勇，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我。幸福像星火，一点就足够燎原尽头。渺小的星火，燃烧过才懂梦是什么。哎，他可能改的好多、哦。对呀、啊。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至少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风吹过，远远的心像快坠落，就只有我能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多想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我要我盛放心中快要熄灭的幻火，我要我救活命中快要失去的英勇，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我。幸福像星火，一点就足够燎原尽头。渺小的星火，燃烧过才懂梦是什么。若星光忽明忽暗太莫测，我愿意为了你闪烁。若彩虹
终究蒸发成华丽泡沫。我愿做你世界里那倔倔强的执着。哎呦，好抖哦！涡轮是干嘛的？底部加速吧。车轮、轮胎、爆胎烟雾。我要我盛放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我要我救活命中快要失去的英勇，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我。幸福像星火，一点就足够燎原今后。渺小的星火燃烧过，才懂梦是什么。我这颗星火燃烧过，才懂爱是什么。Skin 发生什么事？压力太大。没有 Skin 都是衣服而已啦。来啦，我去拿抢劫，不是抢劫啦，抢劫。哎、欸，你是说摩托帮标点就知道在哪里是哪里，是不是？好，对啊。我们去那个马场，我们去马场。好。把不把不？哎呦！卖冰淇淋。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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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哎呦，我又可以惨了、欸、可以是可以，但是很难惨，难惨啊，哎呦喂，哎，没找到，这可以的吧？哦，不行。哎呦，哎、欸，你看我藏起来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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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公开也可以解前置啊？是假的啊？不是要公开？不用啦，谁说的？我一直以为要啊。不用啦，我都去进，就是进货，然后点一点之后，然后我就跑回去自己私人的。你是说进货买一买？买一买，然后就可以去私人。好、哦。哎呀，怎么进去？哎呦！啊，怎么进去？你不是玩很久了？要一下。我没有在这里，我又不是当赛马的，我是负责赛马。哦，好像可以，好像可以。飞进去，飞进去，我们飞进去，我们飞进去。我记得有啊，好像从观众席吧。对，有正规道路啊。我们走错边了，是不是？要绕一圈。结果你飞一圈子飞到草地那里怎么办？嗯。然后你就出不来了呢。对啊，这不错哎。哪里？我记得可以啊。欸、白痴哦、喔，是哦。外面哦、喔，不是从这边，是不是？不是，我根本不知道。那你在说什么？不会装会啊！哇，管很多呢。我以为你找到了。我是知道怎么进去啦、啊，啊，出来就不知道了、啊。要技工、哦、飞进去是不是？对啊，要进来了。哎、欸，你那个不是有个台吗？哎、欸，那我是你说从那旁边开进来，斜坡啊。哎、欸，还没比赛，我车已经先撞坏了，我已经快撞坏了。走走哈。好。回这里吧，
阿加啦！这不是找到了吗？这不是找到了，来来，把这个椅子当起跑线好了。你要内圈外圈？好。好，你输的话唱，我输的话你唱两首。为什么？你就要想办法赢，你赢的话只唱一首。是不是搞错了？没有啦，来吧，还是一样好了。我已经唱了一下午了，换你的。我没有听到，哭哦。哇，你那个你喇叭按完之后再那个跑啊？你喇叭整首按完再跑，对吗？播的时候再来。哦，好。啊。我觉得昨天比较好笑啊，那挡来挡去。不是，我觉得你的比较快啊。偷改我不知道的东西。哪有？你不是也改满吗？我改满啊，怎么比较快啊？为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咧？你有改钣金吗？钣金？那什么？对，那个护具。有啊，防弹吗？因为它会中啊。哦，你没改哦？我没有改啊。哎呦！哎、欸，我这个车都没有包住我还不改钣金干什么咧？也是哎、欸，就是比较慢，然后要去改。哈哈，哎、欸，没有说要跑几圈哎、欸。然后再练习，我去改，我去改。为什么你烟那么多、哦？你的车速要爆了、啊，还是你按的什么？我没有按啊。好，我出去改，我出去改。可是我看没有烟呢、欸，是这个地板。哇！再撞一撞，等一下进改车厂要修一大堆。最近的接机铺旁边那一个了。哇，真的耶。然后什么会加重量的、啊？统统拔掉。没有，就只有那个而已。你好像很懂耶。我不懂，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也骑不上去啊、哦！太拟真了吧！五公分高的台阶，我开不上去。你光是碾到旁边，你都可以翻车了。不行，不能挑。这是个好车车。丢车车。所以是补完货，然后回到自己的单人战局。对。但我现在也都懒得补货了。嗯，没事，我快到了，我快到了那个年纪了。What miracle did you want me to perform? 这样才160哦，刚摔那么惨，而且马场里面跟你撞那么多次，你说护具嘛？Hello， 关麦吗？不对 ，Hello， 有人在叫吗？喂，不在。
人消失了。没有，我刚刚去上厕所。北七啊、喔，我是说护具吗？护具，对啊。哦，那走走走走走，不行，我就怪怪的。来，我们换车子，让你继续看有没有比较快，干嘛？先去卖掉。你卖，你开得进去的话吗？哦呦，你的比较快耶，那、啊、你骑我的嘞？嗯，有感觉？我不知道哎，我感觉不出来，因为你没有慢过吗？对啊，你快的话骑到慢的，照理说有感觉啊。那、啊、我觉得都一样啊。哦呦，干嘛呢？干嘛呢？呢，就是安呢。好轻好飘，好开心。哎呦，没关系啊，不是我的车。好啊，都这样。哥哥看妹妹，哎呦，哎呦 ，Everybody， 哥哥看妹妹，这边好了，来过来，哪边？来换车，不是你把我的车撞烂了才要跟我换车？没有啦，才撞两下而已。我都没有撞你的车哎、欸。哦，这样子是不是？来，太坏了吧！你去撞个两下。来一下。好，来。没有，应该这样子吧？噔噔噔噔噔噔噔，画个线。好，三下喽，三下喽，来四下喽。好像什么耕耘机，我不用哎、欸，就一条线了，我从哪想？来了，那你再按吧。好。你的还是比较快啊！哪有哪有？哎呦哎呦呦呦，有感有感！为什么？有问题？你涡轮有改吗？有啊，最大啊。变速箱嘞也有。也有啊，为什么？都一样吗？而且我刚骑不还比你快、欸？对啊。我开啦！哎哎哎哎哎！不是，为什么？你的为什么比较快？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问题？因为我有跟我的车培养感情。哎，你的是新的还没有？哎、欸，我才知道有一个东西是你摩托帮，如果跟你那个谁，暴君二。关系好的话、嗯，你坐上去会加成啊，会回血。对啊，我不知道，就暴君二吗？他是应该是跟你最常骑的摩托车，嗯，因为他那下面有写，你在叫暴君二的时候，他会有写最爱的机车有加成。哦，我没注意耶。
吴香蜜，来来来来来，我不信，我们换，我们再换一次。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开你的车就很有感啊，比较快。超有感觉那种感呢、欸，好两圈哦、喔，好，你要按着、啊？不是啊，啊你有没有在线上？白痴哦、喔，我要按着，我怎么按着啊？哦，要在线上。好了，好。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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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问题，是有问题。是有问题，你一定要藏什么东西起来，培养感情。好好好，车子没有改好，怪我喽。好，我去改，我去改，再去改最后一次。都对，没道理呀、啊，怎么可能？对对对，给你看，来有比一，耶、yeah ，白痴哎、欸，好蠢哦！为什么？吃了。因为你。我有太喝饮料了。嗯，你先吃啊。那总记得之前抢抢劫任务，那时候观众都说要去公开战局，被骗了。不知道哎、欸，还是那是之前的抢劫任务。哦，那真的是没有，就是那个啊，赌场。赌场跟那个岛不用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认得回街机的路？嗯，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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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打给我哎、欸。去啊，你去啊，你去啊！我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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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去吗？你去啊！好，我不信，趁他还没回来，我们看一下护具嘛，零刹车，还是因为刹车的问题啊？引擎没改啦，北七，北七。找到原因了啦！什么原因？引擎完全没改。为什么不改？没，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记得那时候是我记得引擎那时候是没有亮星星，有什么刹车是亮星星，排气管亮星星，我引擎就错过了。好了，我跟你讲，不会再输给你了。只看星星。对。我想说有更新东西啊，找到了。赢了，赢了，赢了！第三次了，你让了我两次了，次不过三，可不可以？而且我现在是外星人套装。超人大战外星人。哎、欸，有，听这个声音，有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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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他的电脑好像还有什么很多很多什么、欸？我不能比中指，中指、啊，我没中指。你握拳头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石头？你比中指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没中指的人吗？
走吧。哦，对啊，我们那天是在那个玩抢劫，抢到后面就是避开星星了，然后我们就是一人抢一台、哦、一台跑车、轿车在那边比赛车啊。对啊，我们是用赛车方式跑到那个交易现场，快笑死了。你说蔡渣电脑还没好？对啊，他好像还有什么很多要弄。他很多啊，所以。我那时候要重灌备份，想说找个人陪他聊聊天。啊，然后嘞，你刚刚讲什么？我跟他说我在陪你开台。北七啊、哦，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他难过了，他伤心了，完蛋了。你去。去。我大不了画画嘛，因为我本来就只是在测试啊。不是啊，你不是说要解前置吗？那个晚点解也可以啊，蔡渣电脑比较重要。可是他的电脑我又不会修。嘿嘿嘿，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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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他进来聊天。你拉。怎么拉？哎呀！新增通话啊？我跟他讲吗？对啊。还在测试电脑，来吧。有啦，速度一样了。赢在起跑点。我来啦，泡泡！轻轻撞一下。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好不好？ Hey. 我少了两个中指，我的体重比较轻。这就是我练了一身的肌肉。哇看！完了！我看聊天是从那边有动啦。完了，看来少两根中指也没有用。没有用，你少了两根中指，那个方向盘握不稳。真的，没有力了。结束。耶、yeah.。哎呦，哦。然后嘞，先去接机。再去送回车库，风格嗯，你的车收起来。嗯。好，摩托邦。
干嘛？你干嘛？哎，那我可以比你，比你。我有手吧？啊，有啊，就是对啊，我没有中指哎，我只有食指。那你第三只是什么？啊？无名指。对啊，我就可以比三字经有没有？拇指、中指跟小拇指。屁还在比的那种。笑死。好啦，开始写前字。我想说，也可以帮他们解，有点贡献了。我每次都你们来帮，像那个谁杰克要解，我也可以帮他解。那你的车，你开雅居，是不是雅居？这叫什么沙丘什么的，是不是？是象甲。你太花了吧？就是要花，这台就是要花。啊，心灰灰。哎呦！然后是，哎，走后门。我卡住了，不是，你怎么一脸很无奈？我卡住了，我卡住了，来啦，这你车会卡在那边吗？会吧，会吧。阿长安安，公开战局才能使用终端机，好，那这个嘞、欸，真的哎、欸，可以哎、欸，那我现在解什么？电钻。保全情报，我看看。好啊，你们很可爱啊。他就只插在两只手指头，不能插在他的脸颊，在酒窝上。对不对？我可以插在你的酒窝上。我有酒窝啊，哪一个啊？电钻保全卡要对不对？哎、欸，我怎么看不了你的面板？哦，我要手放下。插保全卡跟电钻。嘿，就这样。那、啊、上面三个不用啊？哪里三个？巡逻路线、渡根货物、保全情报。你的保全情报是锁起来的、啊？哎、欸，我，哎、欸，真的哎、欸，哦，你是看下面啊？对啊。哦，电钻。渡根跟巡逻，瞒天骗局不用解，但是。那个无声无息要。嘿。啊！哎呀，呦，吓死！对不起。因为我跟龟龟有就是习惯，就是那个切画面之后回基地会点一下左键或右键。有，我知道，我已经好像被杀很多次。所以千万不要在我们实况组还是哪里面前站在我们正前方。危险哦！啊，我站你背后，你又吓到。那你可以站旁边啊！啊，不是啊，当然吓到，用电脑用一弄，然后离开电脑之后，回头看一下，一个女人站在后面。我昨天被外挂吓到还不够。那是女鬼啊！哦，昨天有外挂啊。
因为昨那天在试的时候是用那个，反正以前都开用超低延迟在开台，我想说是超低延迟才造成会比较卡，然后现在改成是低延迟，大概延迟5秒6秒吧，那么快？你有杀人吗？没有，我现在要杀。哦，是大一台车哦，这我就有印象了。那时候我们他怎么不会爆？他为什么会爆？会爆啊，下去就爆了。因为我那时候在跟他们解这个任务的时候，我那时候确定是拿一般的枪，但是我收枪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收枪变成就是榴弹发射器，所以那时候就不小心又点了左键一下，把他们给炸了。我记得我捡精华出来。我说你非得要动，非得要这样就对了。女的叫泡芙，一个 GTA 的大大，还蛮强的，大优惠。大怎么大？她可以一个大人优带惠。三个人，我们三个都不用做事，只要负责拿钱就好了。就想说，一直这3天一直想请她，好好教我怎么。解前置该注意什么，该解什么？因为有些说有些不用解，太浪费时间，而且没有必要。阿伟刚刚讲说，等我有睡饱，精神状况好一点，我们再来解。然后没有想到要开一台解啦，想要太无聊了，具体又没什么人看。星辉辉，再来嘞，下一个，保全卡，保全卡，我主要是刚最一开始最前面那个拍摄什么逃生出口什么的，那个拍一次就好了。哦，后面不用拍哦。啊，对保全啊。卡有分两种，哎，是要干嘛？什么有2个人的吗？对，啊，那个好像在拿海绵宝宝的那个，不用理他。什么海绵宝宝？那是什么？那好像手上拿菜瓜布啊。他就是拿菜瓜布啊，哦，真的是拿菜瓜布哦。他是清洁工啊，哦，所以是要那个有那个趴车小弟的，对。嗯，哦，222是这个意思哦。你点下去，他就会写保全卡二，嗯，所以他就是二，两个人就是二。你是在转我吗？好啦。在很认真学，我想带人呐、啊，整天被带，这样很爽。因为想说，如果隔壁他们也有想玩 GTA，要赚钱可以带他们赚。好的哟，好的哟，好的哟，只是怕他们觉得很无聊，都有攻略了，一点都没有没那种，错，对啊。新鲜感，你就可以先让他们自己去跑一遍。对啊，我就在旁边。嗯哼，对啊，打这个，反正过不了。好啦，我来喽。对。我要从把手套拿下来，戴在左手上面。哦，我记得这边菜渣断线过，他是在这里断线的。嗯，应该哦，都有，你的头是脱下来了，对啊，应该都有穿衣服吧？
我要惊动这边了哦。好早啊、哦！我要挥霍左拳了、哦。按一跳舞，我按啦、啊，怎么有感觉？为什么？那、啊、你怎么没感觉？有！我用三只手在跳啊，它是美中指哎，真的。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在参加这个派对的人，你好诡异哦！呜呜，我离不开哎、欸。对啊，他叫他说可以离开啊，北七哦。那是吃人的，吃人的棚。不用买这层的照片，存在哪？简讯，简讯。哇，这是少数 GT 里面没有胸部的角色哎、欸。然后我要找他是不是？对，我找到了。你怎么找到的？他就蹭他。然后嘞，就摸到了。他说卡没有在他身上，然后就要去捡，可能会在桌子上，可能在泳池边，嗯，所以都要绕绕看。好，砰！哎呦，为什么瞄得到你啊？我们不是。我不知道啊。你有开同队伤害？怎么关？按 M。然后摩托帮首领嘛。对。友方伤害开启，哎，碎耶！慵懒风。会有进行队形哦，那么帅啊！可是那个都不知道要干嘛。慵懒风就是会一只手放开呀、啊。有危险，危险！这是我们对自己驾驶的一种信任。这样赌场的就解完。好。前面是 AI 大楼吗？这个吧。AI 大楼。就是我们之前有在那个尝试跳伞，就是卡，因为早期有个跳伞的一个点，它跳到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后面被改掉了。对，它，你看我，你现在来我的位置，或看我的台。以前在这个窗户有一个点，它是一个。很明显就是里面有个空间，嗯，然后那时候菜渣跟我们都尝试，真的有尝试有脚啊头啊伸进去过，哦，可是就是进不去。然后后来有一部分观众说已经改啊，这个看到这个，你看我，等一下，我在看你的实况啊，对，这栋，很明显就是有那个。有可以进去的地方，哦，对，然后那时候有观众是说已经改掉不能用，那有观众说还可以用，哦，我还记得位置，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我们只能就是开那种运兵直升机，然后每个人都用尝试用跳机的方式，用降落伞去进去里面。这样就好了。那我开潜水艇出来是不是？对。好。载具资产。哎呦。请求。哎呦。我是要下来才能看得到他呀。有了，
闺蜜，好的。螺丝说没有，我们那时候跳的时候不是死在窗户，是死在下面，就很绝望啊！跳下去的时候，我一直挥来挥去，然后头颅撞到地上的那种死只能炸坏他的玻璃，没有办法接。状。炸不坏，我没很想，它真的好硬。啊！可是我刚轰一发子弹，它有爆掉哎、欸，你说那个但玻是璃没有办吗？法接。对啊。靠，科萨卡出来的音效这么恐怖哦！那小孩在哭哎、欸。啊，首次看。看剧情啦，我要把你邀进来吗？还是不用？啊，不用吧，我在外面等。看剧情喽，我要怎么看？我要去哪里？先去桌子上，对不对？对。过生日快乐，戴夫和吴热，哼，收集情报。到佩格拉，然后嘞，我要去哪里？就出来了吗？出来的，然后要去机场。可以哟。好的哟。白痴哦，我可以花2000块移到那边，对不对？对啊，哎、欸，可是他们说第一次好像要花1万块，菜渣就是花1万块的。哦，任何第一次吗？我不知道呢，我不知道是在第一次解这个抢劫的时候都是还是只要一次用完之后就可以2000。哦，要等你，我到了。啊，这个侦查是第一次而已吗？后面还有要吗？出入口是一次就好了。嗯，啊，那个主要目标是，每次都一样。主要目标就是拍那个嘛，里面的内容物对对对，哇、哦，打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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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好快！啊，不是，等一下，不是不是不是，我穿这一套不是，很丑。很丑欸。你看不出来我不是来度假的吗？你好像派对请来的吉祥物 我是拿来提行李的那一种。他金毛吗？不是，他是带我们去的人。嗯。我管是工具咔嚓。
morning, matey. Now, I've got three rules on Air English Dave. Anything goes after 10,000 feet. You can kick when you've landed, and you ain't flown in one of these unless it's all over the social. Fuck yeah! Now, serious faces, ladies. Dave. Yo, Dave. Fuck! Grandpa, lads! Peace and love. 叫蓝派。Looking good, man. 空间太小了。叫蓝帕，不是吗？Don't worry about it. Calm down. Okay, but I hope you brought the music. Tell me you brought the music. Look, the music is in my phone, in my car, at your house. Somebody's slipping. Tell me you guys are. 这些都是打酱油的吧？后面都没看过他们。对啊。哇，还他们就是东西都没带，所以他们后来没去啊。嗯。想说还特地把他们捏一些脸型。你看他们回去了。哦吼。因为他们说他们的音乐什么的都不见了。我要劫机喽！我带你去外星球喽！我把劫机送到火星。耶！哦，好晕，好晕。哦不，我的衣服。换的。Now you're really gonna start sweating when you see our host. But let's hope he's got enough up his nose he won't smell the deception, eh? Nah, just winding you up. He will most certainly be spangled. Oh, here he is. 是他。Welcome to paradise. Ah, Monsieur Rubio. Hold me, blonde. 这动画久了，看到会睡着。你玩魔物猎人怎么办？每次遇到是因为一直带别人的话，就要一直重复看。哦。看一次还好。German must be why I love the techno. He got some cool stuff planned. Really beach party vibes. Yeah, should be sexy. Sexy? Ah, wait till you guys see the beach. I knew I was gonna love them, eh? Hey, hey, you guys gotta come back, huh? I will come see you in Berlin, but only I can't really travel right now, huh? Globalpool sucks ass. I swear, man, you have no idea. Alright, can you show us where to set up? Of course! Where's Gustavo? Hey, I mean it, guys. You gotta come back, huh? Gustavo! I told you not to go. Oh, huh? Take our friends to the stage, huh? Show them the setup. Do you think you could do that? You feed the panther. You told me not to. Oh, you did something right, finally, huh? Oh, 我知道这一段。Just wait, guy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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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胃很痛哎。Best crowd money can buy. Oh, hey.因为很多，很多番的剧情都这样，一群去游就被困在岛上那样子。一个一个被杀掉。对啊。哎呦。哎呦，
开车。哎、欸，你不在这里哦。对，我要自己坐一台。啊，是哦。对。哇。听说撞警卫不会怎样，对不对？我不知道哎、欸。你看啊。啊、欸！没有撞到，我要撞，我要撞。对不对？我撞不到他哎、欸，他铁吧。撞！Get us in the mood. Yeah, yeah, man. Sure, I got some place. Sweet. Ah. If I'd have known you were gonna play DJ Davey, I would have called a different booker. Righto, righto. Duly noted. You two are working for me today, right? My place, my rules. You don't step out of line. Yes, yes, mate. Yeah, of course.We're here to make sure this party goes off without a hitch or roof. Okay. I'll have an eye on you. This is it. 好了。Be that as it may, there is no fucking way that shit will slide. Not tonight, not ever.Hi, Juan. The guests are here. They've got drinks. Kind of music are just setting up. Things are going really great. You guys go ahead. Enjoy yourselves, huh? Oh, and there's so much. 这边要多久啊？直到这些动画，要不要看一个多小时吧？应该不用吧。如果有的话，你带24个人，你是整天都在看剧情。对。Big time record producer. All right, great, great. Not as great as the other guy. Great, great, man. I can't wait to listen. I've been listening to my records your whole life. Whatever. They talk to you about the thing? Yeah, yeah, no problem. Whatever you need me to say. Cool, okay. Hey, out of curiosity, how much were you paying the other guy? Oh, no. Are we cool or what? Yeah, yeah. We're cool, man.No problem at all. Okay. I love you, man. You're on in two. A word. Absolutely. Oh, feel that? It's about to get sexy. Look, when it kicks off, sneak out the back and have yourself a goosey gander, yeah? Right. Come with me. Excuse me. Mind your backs. Coming through. Listen, Dave's being a good boy tonight. Clean as a whistle. No tranks.I'll jump on the old jetaroo with you whenever you want to go. Yeah, can't smash them all, can we? Got to know when to say ixnay. Hold on, here we go. Excuse me, I just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We're all here because of one man. How do you know? The kindest, most generous man I know. Juan Strickler. El Rubio, my brother. Whose party is this?I don't know, but it's gonna be sick. A lot gets written about you on the internet. They talk about cocaine, turf wars, missing journalists. But you know what they never say? How big your heart is. You're beautiful. You're a humanitarian. And you throw the best parties in the world. So from all of us, we thank you. Stop it, stop it. I said, oh, come on. I said, no speeches. Huh? You're embarrassing me. Huh?Thank you, my brother. Well, maybe more like my half-brother, eh? Hey, he's got a lot of hits from the 2000s, eh? All right. Who's ready to fucking party? I give you Gaia Music! Let's go fucking large! Hey! 看完了。真的要跳吗？可以不跳吗？我不知道哎、欸，但是我会跳到他跟我说可以出去。哦、oh, ，那你怎么不跳？演示舞蹈控制，换舞步，增加强度，
特效镜头超尴尬的，完全听不到歌，我们在干嘛、啊、都没有开音乐了，都在跳什么自嗨耶、欸、你好嗨哦、喔，好吵，要面对你。就那种不会跳舞的人硬要来面跳。请问玩游戏，各位玩游戏看剧情不看不？我是不看啊，啊这位是会看。他现在讲的是可以走了吗？他说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然后从附近往南门走了，然后嘞，然后就去偷偷的走。哎呦哎呦哎呦！等下等下，我的动作跑掉了。猫咪好懒，哦，这两个很嗨哦，有嗨，不是有嗨，有哈，有呼，有嗨，哎，我的，好，我的和平呢？哦，找到了，还有多久了？对啊，他说要等老大离开啊。等你就好，老大，我先喝一杯。在不被看见的情况下，我怎么不被看见啊？就等他走远一点的时候，绕到他背后过去。要敲他吗？不能敲啊，你没有武器、啊。我可以比枪啊。哦，可以跟他拿零食呢。哦哦哦哦哦哦。喝一杯吧，嘎。不是，我没有要喝酒。我零食，我全满的，真不愧是我。再一杯。欸，老大，我还在喝酒欸。要回忆总会请你喝哦。为什么我变全新？哦，如果接下来没有，再来咧，是起吧？哦呦，你扁我一拳呢，吓到我了。好像不应该开车，就在后面而已。要走这里。欸，我走路还在晃欸。这样你不要喝了，你们。啊、可是我画面是正常的。你真的不要紧吗？我没事，我没有醉啦。你被警卫抓到了。啊！那怎么办？要被抓吗？不用啊，不用啊，偷偷过去就。哎，怎么？哎，被抓去哪了？抓回来门口啊。哦。那我就再走一次，我就再逃一次。
可以走正门吗？车子来了，车子来了，多好多好。好像魔兽世界盗贼前行任务。他带我回来了。哎、欸，你好，你就醒了没？我被敲一下，整个都醒了。你看，我可以跑直线的。哦，主要是避开。哦哦，老大上车。他的监视器是照哪里啊？侧路啊，所以不能走路。那现在要干嘛？侦查，侦查。是每次都来都要侦查吗？这个是，这个是、哦、这种次要目标这种。嗯，然后就是一直拍拍照嘛。对。啊，你怎么知道在这里？跑习惯了。对。对呀、啊。啊，如果今天情况不是跑习惯的话，我怎么知道？就要绕啊！你要每一间房子都去绕啊。啊，就是看有铁栅栏锁起来的地方。对，然后桌上有东西就是。好。先去正门口。哎。白令安。上去！哎、欸，怎么上不去啊？是我太重了，我下车。可以，可以，可以。哎、欸，看来、欸、看不到了。看来有中指的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开了，不开了。这边干嘛？这个也要拍啊，但是我不知道拍这个要干嘛。拍哪个东西？笼子啊，这个笼子。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可以拍，就拍。也是侦查任务的吗？对啊，啊如果没拍到这笼子也可以吗？它好像没有意义的、欸。哦，也是啊。大门口看一下。看到了，可以走了。这里都没有车子。你会去清你的相簿里的相片吗？什么相簿里的相片？还是这个只有任务的相片而已，它不会存起来。它应该不会存起来吧？就怕相簿太多东西。但是我常常不小心按到存。那个相簿里一堆大麻骨科检的照片。对啊，想说录一大堆的照片不是很麻烦？我觉得可以删呢、欸，还是因为我还是我排卵动身。在哪里啊？还是我动身玩太多了。所以你说这个，现在我们现在所做这个东西是每次回来抢的时候都会做的。
对。哦，好。喂。你是被空气墙挡住啊？他就开不上去呀、啊。棒。哇。哇。那个白色巨塔对不对？对。我其实真的很努力在看攻略，但是没有跑过，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没有错。要我、哎、下车，下车。哎、欸，啊！你好像看到啊，我无代志呢。他捶我呢呢，闯入口了吗？对。哇！哇！啊！我也被抓到了。那、啊、怎么身在不一样的地方？等一下哦。好远哦。嗯，我在另一边呢。哇，还行啦，就只是拍照任务那个东西我不太行而已。只有我们两个好像要跑很久欸。嗯，你说四个人分工合作比较快吗？切啊！切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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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五千。五千。这是单人做的吧？我的心灰灰，我的心灰灰。哦，我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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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来越棒了。跑起来，跑起来！我越来越棒了。所以就是前面这三个小盒、小房子里面有一个那个长的那一个。嗯，然后。然后那个塔，先去看那个塔。嗯。第一次解完，第二次再带你跑一遍，骑摩托车的比较快。嗯。哎、欸，不是要爬山给我穿拖鞋是什么意思？你是穿拖鞋，我是穿鞋子哎、欸。啊，我穿拖鞋啊。啊，夹脚拖。我很想脱掉哎、欸，可以换吗？不行啊。你骗人，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啊。外星人入侵啦！这是什么？奥夫，这是什么？什么是什么？我是谁？人来了，人来了，人来了！快点，快点上去，快点上去，快点上去！啊！爬楼梯，快爬上去，他就看不到了。你爬，你爬，你爬，我看，我看你爬。不是啊，啊，你不是要上来看？等一下嘛，他转过去啊。哦。
耶、他不会抬头啦。鼓励他，他转头了没？哦，来来来来来来，可以的，可以的。我刚想说，我还没破到楼梯，梯子总有个动画出现。什么动画？被捶胸口的动画。入侵，入侵。我看一下哦，叉叉是乘以十嘛？我记得。我不知道哎、欸，我都连看看就知道。然后嘞。然后嘞，选择。选择。一次过，对哦，果然有偷偷看攻略，有差。好、哦，然后是看那个监视器，对不对？对对对。然后是哪一个、啊？手机的哪一个？的有、哦、观光客，哦、观光客。哦不。看动画哦不，我不要，不要，我不要。看动画的，我不要。哦不，哦不，进去。我不要，不要，不要看，我不要看啊！啊！啊啊啊 ！Oh my god！ 哦不！他会吃完吗？不会不会，他就会倒在那里而已。然后嘞，那那只美洲豹靠近了、啊，按下一页。我要看他在干嘛。啊，他是走来走去哦。对啊，啊你就再看下一页，去找东西啊，找那个档案。那我是不是滑鼠要动来动去？要。好。先跟谁也叫泡芙的。在菜渣的干爹里面认识的，然后就看完就下一页，然后看黄金画是不是？对，把所有的画面看过一遍，然后就这边自己人工记吗？记说有画有黄金这样记几个是不是？其实你退出之后就可以看得到啦，开地图就看得到。哦你只要移过去就好，不用移回来。没有啦。哦。哦，他会帮我记哦。啊。对啊。没有。我在看台，有延迟。下次开台要设超低延迟。他们在看什么的？他们在看什么的？
和那个车吗？入侵点之类的，北门、大门都巡一遍。嗯，这个到时候巡完之后，到时候就不用再看。哦，对，之后就只要看到那个仓库看完就 OK 了。有时候看门就不用看了，看大的。对，对。好。他睡着了，好可爱哦、喔。而且尸体有动过哎、欸，他们头应该是朝内的、欸。好了，看完了。朝内的。是吗？应该是看完了吧，影院。对，看完了，这样就好了。对哈。哦呦呦呦，动了！哎呦哎呦，那个人走回来了，等一下再下去。你说楼下的人吗？对。好。Very good. We think we know where the files are kept. This is the vital information, but there will be much more to learn. 这是多少？我的啊，你不是说他看不到楼上吗？那他走了才能下去啊，他看得到楼下。这样滑，真的手不会痛吗？爸爸。我现在要被抓去关了。北侧码头，等一下再去。我们先把这边拍一拍吗？对，因为那边要从那个出入口出去。这里也有，还有。拿手机出来就好了嘛。从这边拍就好。OK， 天哪，我要载这个外星人去研究。欸，拍了之后有按储存吗？还是不用？就传给他就好了。拍的时候他就说传给他。对他，你如果拍到可以传的，他就会说传送给。哦，那应该就没有存到你的相簿里面啊。哎，不会被起底啦。忘记侦测出入口了啦，但我记得。哎呦！哪里出入口？就前面那个圆圆的吗？这个圆圆的，哎、欸，这是防空台，那不，但是这个也要拍。你拍了吗？拍了。还给沃夫。没错。我怕。哎呦。灯塔，啊，防空这个也是要在每次都要拍吗？没有没有，我现在拍的没有，之后要拍的只有次要目标跟那个主要目标而已。嗯，这些先一次帮你拍一拍，这些都不用记了。好诶、欸。啊！怎么了？你在做什么嘞？我什么动作变了？你在做啥？我怎么变成凌空爱爱了？哎、欸，灯塔不用拍吗？不要。
后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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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这是真入侵点。啊！有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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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我们很好。你在拍吗？对。我看到你拿手机。因为我怕你检举我，我偷拍。不是啊，我想说，那我哎哎哎哦，然后下去，然后把手举起来，开车滑手机。不会啊，为什么会？我要这样子。怎样？来不及，我拍完了。来不及了。嗯，我这么绿，他们应该也看不出我是谁啊。你这个歌应该抓起来吧？哪有啊？我是叶子吃太多。抓起来以后，关美洲豹那边就变成关你。很恐怖哎、欸！要嘛美洲豹吃我，我吃美洲豹啊。我是说以后就没有美洲豹了，以后是你在里面。哦来，这个要记，这个以后会考。看一下哦。啊，这里有。对。怎样？有人。是小，是码头不是吗？对。好。码头小机场嘛，还有哪里人？码头这里码头有三个，然后小机场有两，算楼上的话有也三个，嗯，然后北边的码头也三个。好，好，那要再多跑几次。对。然后这边一个拍照，哎呦，头挡住我。OK。
然后这边拍照，拍里面吗？拍里面啊。哎，是不是拍不到啊？后面聊。有，现机用。OK。为什么每次都侦测到大麻、啊？他不一定会那个照你拍的在中间那一张，他可能判定到旁边的那一小桌。哇，那我拍的比你有钱哎、欸。阿内，阿内，你现金我大麻哎、欸。阿内，好看味道，左边、中间、上面。我要先去侦查下水道、嗯，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去。嗯，我去就好，你可以先去被监视器抓。为什么？这样直接送到大门比较快吗？对啊。你认真？对对对。等一下，这个好像笑脸哦，拍一下。拍一下。对啊。所以你每次拍的差不多就直接冲去给监视器照这样子哦、喔。对啊，拍到这边我会绕一圈，这里是会最后拍，然后拍完之后就直接送回机场回去。嗯。不是送回去，不是跑到最下面去吗？哪里最下面？哦，我们刚刚的路线是机场那边出发吗？不是不是，之后才会是机场那边，现在是在派对的门口。嗯。所以你现在是要绕到我们之前潜入下水道的地方拍，经过就好了。对对对。好、哦。怎么好吵？你就很可爱。我是说隔壁那台车。去给他照。这是大麻。你说这个造型很丑啊？你还穿那么开心？我要潜行啊。不是哦，怎么可以这样打外星人？这好笑的啦！Wait, what is this? A tunnel? It must be some kind of drainage outlet. And for us, a back door. If you have strong stomach, you would need equipment to burn through grate underwater. But this we can find. This is why we do reconnaissance, yes?等一下哦，这边是派对哦，哦，对对对，真的很近哎，不该抓去研究，我也觉得该啊，该被抓去研究啊，我换另外一套吗？变装派对哇！安妞安安，现在我们要去哪？北部码头。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五公里，哎，没有车可以开。哎，你去哪里了？北部码头不是吗？对对对啊，这边有，前面这里有一个可以拍的，这一间。L 型那一间吗？对。啊，哦，铁栅栏哦。对。好诶，好诶。
你怎么都拍到大马？厉害吧？太会了。然后拍这个码头，这里要拍。来不及了。等他讲话，讲完。哎，我的帽子变成潜水面罩了。仓库，仓库，然后就是这里。哦，它显示问号，问号就可以去侦测，是不是？对，没有它，它、哦、现在是因为是第一次剧情的第一次，所以它有跟你讲哪里有啊，之后就没有，之后要自己记啊。没错啦。哎、欸，都大麻、欸，是有。大麻，大麻。我靠！我光遇的点已经记不太住了，还要记这些大妈的点。这里也会有，但是现在没有。好，你看桌子上有东西在拍，没有就不用拍了。嗯，无车无车啊！然后还有，等一下，他现在说要拍什么？螺栓。我就不在桌子上了，走过去。哇，好多点哦！以后只要记一次要目标的点就好了。我被看到了。哦哦，他是瞎子哦。是。要记次要目标的点。对。啊，地图上这不都次要目标？对啊。啊，对啊。我知道那个剪子也不用了啊，对啊，那个后面不是剪什么火焰枪就好了，没错，这里，来来下一个，耶、yeah ，好了，把你传给帕莫夫 ，yes， 掐，来了，撤。现在就回去机场。他说你不是骡子欸，对啊，那我们下辈子当个骡子来抢劫啊。这车没有办法载的，嗯，你自己骑小心一点，我不能按喇叭，他没有喇叭，我不能鸣笛，我不能叫人说这边有人，他会先抓你，不是抓我。Aside from the compound, the island has only a few built-up areas. The airstrip, the main dock in the
来接你了。好，哎呦喂！老大，我开。你把我拉下来啊！怎么敢？我被扣薪水。现在去哪？拍，再拍一个地方。码头。这是什么？墓碑。哟。之前蔡家人在侦查，这边有金鱼的尸体，在这里。哦，难怪那时候他们讲说什么不尊，怎么不体谅一些怕金鱼的人哦？对啊。那为什么这次没有？那个是随机的。哇，他太幸运了吧？对啊，你下次来可以真到那个也要拍，但不拍也不会怎么样。哦，这里还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吗？没有，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哎、欸。墓园呢？几个位置？这个墓园不用，我拍过了就不用再拍。啊，你不是说拍金鱼？哦，你说这里？对啊，这里要拍金鱼。是哪里会有金鱼？墓园在沙滩上，就这个沙滩上。哦。嘿嘿嘿嘿，没事啊。这个太阳能板，拍一下。拍一下。啊 ，delete。那你再拍一次。有了。然后右边这个拍一下。跷跷板。拍得到吗？发电机吧。对。有有有有有。哎呦，各位观众，她应该是外甥女啦，只是我一直都叫她小侄女。我外甥女回来喽，哦，就可以看生活影片喽，又是我欺负她的影片哦。等一下哦，拍不到。哎、欸，不行哎、欸，不行吗？那等一下再拍。我下来，我下来。没有，等一下再拍。对，不行。它有分顺序哦，好像有，但是这个要拍，不行，这个不行，还是我要下车，是有拍到就好，是不是？因为我前面有拍过一个了，好像不行哎、欸，我拍也没有，对啊，把后面那个嘞，那好吧，自拍，不行，那好吧。上来吧。好的。最后两个是要目标的点。你如果记不了那么多的话，你就记这边的就好了。我知道小机场这两个，再加上还有哪里？就是只要主要目标侦查完跟这边两个，基本上就可以。嗯，其他就抢庄园里面不是就好了吗？对啊，你如果说这边的没有很好的话，你其他没有侦查，但是也可以去。嗯，只是侦查你比较好算你要怎么样走。哦，所以我自己这个不用侦查，不用推，
侦查从这边爬就。查你。不要查我。你讲什么？嗨，好了，这个好了。是因为他这个门要从前面那边进去，所以才要推这个。啊，侦查的时候不用。嗯。然后另一个对面。对面。对面，里面，这里。大麻。又是大麻。嗯，那、啊、所以这些任务也都是随机的、喔，第一次也都是随机的、喔對。对。哇，恭喜吗？没、欸、有出现一个相机耶。那就去拍。哪里？很旁边呢、欸。哪边？那边啊，夕阳。往夕阳的方向走。相机，我怎么没看到？拍摄控制塔。哦哦哦，那就是刚刚那个，他现在才跳出来。那一个啊，刚刚不能拍的那一个。原来那么近哦，北七哦。你拍了吗？还没，我把你拍进去。好。哎、欸，怎么没有？是太远了，是不是？把近一点。Yes, this tower provides main coordinates of their defenses. You disable this when you are here for main operation, and we have some interesting options. Maybe we can bring in. 他储存的照片会存在哪里啊？你是说 GTA 吗？对呀、啊。他有一个资料夹。哦。侦查完了，可以离开了，老大。走这个吗？没，下来。找这个人，找我们的机长。哦。进口。哎、欸，跟我讲话啊。哎、欸，不可以走是不是？可以走哎、欸。有了。All right, ready to go. Enrique, right this way. 我是穿防弹衣。Leaving, are we? Yeah, no problem. I told you I was being a good boy. Practically sober, straight, balanced, the ups and downs in perfect alignment. Yeah, he's a proper razor back there, but we are Oski.啊，这个人也是一伙的吗？对，哦，就是他帮我们来偷东西。Watching the sun come up over the ocean in the one place on the planet we can guarantee the marching powder won't run out. Ah, fuck it. You know what? I'm staying, Geese. I don't care if I don't have a ride home. Dave will find a way. This thing ain't over yet. Let's have some. 哇，他好客哦。回来一定下雨吗？没有吧。好。怎么红点？耶，回来了！哎呦，那这车是怎样？你干嘛？他都倒了啊。再来嘞。再来，就可以解，开始解。直接继续抢劫，还是就是解什么鬼？解，把前置解一解就可以抢劫。哦。
对对对。载具，不是载具之飞雀，你叫飞雀、啊？我要叫什么？啊你顺便叫潜水艇。有啊，他一直都出来的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把他叫再叫一次，他会再比较近的。哦。有吗？你在哪里吗？哎哎哎哎哎！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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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停又不是我停的。对啊，我说他怎么这样停啊？到，你可以到。飞过头啦！哎、欸，我怎么进不去？不是让我开吧？是我开的吗？不是让我开吧？不是这样的吧？刚来起过这些，对，还没碰过，所以请大佬。手把手教我。好哦，那我降落，那你自己开。好，换你。要嘎流利。不是我过不去吗？过不去。哎，不对啊，他两个都很像驾驶座呢。对啊。那小弟也该可以才对呀、啊。对呀、啊。都付钱了。搞什么嘞？So, let's take a look at what you find on this planning array. Okay, so this is master planning screen, central hub of the whole operation. 老大现在也。他还在讲话。他比我大，我不能命令他。哦，好吧。入侵撤离工具，点击左边物件。哇，你次要物也全都拍光光了。好了。当然，那当然。那。必须的，必须的。下一页怎么按？按那个啊，那个叫什么？一。哦。好。战术载具。战术载具。这个要吗？要啊，都要啊。要不然怎么进去？我有问啊。战术载具要一个。哦。然后就是看用潜水艇还是那个其他的哦，像如果刚刚小机场比较好的话，就是选长期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你按回去情报。哼。然后次要目标点进去。对。然后你按一下空白键。空白键。你次要目标点进去了吗？点啦、啊。没有你没有按进去啊。哦、oh, okay. 好。然后你按黄金。黄金。两堆的话就是一个人可以拿完，然后另一个人拿一点点。嗯。然后如果有两张画的话，就是一个人拿。嗯。那如果你有三堆黄金两个画的话。就可以三个人进庄园。所以你如果要直接进去庄园的话，你就解潜水艇。嗯。啊，像这样黄金很少的话，你要解船的，因为要去外面拿毒。好。好，然后就退出。好，退出，我全部退出了，靠腰。不是这样的。
然后再按一次前进，战术载具，然后就选长期。我卖屋警局，就那天菜渣开很久、哦，怎么开很久？那个前面的任务，前面的任务好像是观众解的吧？哦，对，好像是我们解的。那我们先截到11点，好，然后顺便观台，我去欺负一下他。欺负我姐的女儿，是因为那个谁，他说上幼稚园了嘛，对，然后老师教他写字，写一二三的一的时候，他就不太爱写。因为他握笔是整个就是都握拳，然后写笔、oh. 然后又很不乖的在那边学、hey. 然后就是说什么你要好好握笔，舅舅才可以教你画画。我说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子讲，妈的，他根本就不会画啊，只是喜欢拿笔在。我知道，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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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S 号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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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停在哪？门口。这路边随便停，先不要去门口，因为会怕被看到。安内迪奥，迪加。迪加迪加。龙迪奥五千，龙迪奥五千。哔哔哔哔哔哔哔。哦呦。安心啦。安哪，老大开车哪次不安？对啊。啊、但是这是直升机啊！哎，下老大，我等。我叫车，你叫你的暴君给我开。暴君给你看。暴君给我开啊！我叫我的载具给你开、哦。为什么？哦，这样子出事才不会死，是不是？哪台？哪台？不是啊。哦，我开这台干嘛？哎，开那台就、哦、我是不是要先把那个收起来？那个直升机？对对对。收起来，送回请求。哎、欸，没有哎、欸，哪一个？有啊，送回选项、那個。送回选项，然后有一个将船景载具。哦，好了，回感谢。Okay、然后嘞，我现在干嘛？上车。上车。对。然后去那个警局，然后那个屁股要去嘟那个。哦，就是这个啊、哦。对啦，好啦，龟龟昨天在解的那个啦，啊你倒车进去哦、喔，倒车进去。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是龟龟。OK OK， 我掩护你，快撸了就跑，撸了就跑，我现在不能炸，会炸到你。走走走走走走走，然后去消心，去消心。那一台会爆胎哦，所以要小心。Hey, it's Lester. I don't listen to my men. 他不听，他不接。不行啊，不行。哦，你是叫我消这个心哦？对对对对对，要躲警察，所以我帮你打警察。我要躲哪里嘞？靠腰啊！可是我28而已呢。没关系。哎呀，有被看到吗？没有。好好好，过了过了。哦耶！哦，你好棒哦。那我去消息。看28绰绰有余。我还没交。哎，不要撞到警车哦。其实可以停路边自杀，这样子哦。我也觉得可以耶。我就怕有的自杀没有用啊，就说任务失败那样，对不对？不是，就是死了，他信心还在啊。
哦。因为昨天也是教他们说，死掉就好啦。然后他们意思是说，去保险一点是逃就对了，不然你白死。因为你有时候你死了，然后还有星星，你就上不了车，就车旁边都是警察。撞下去就好了。啊，不是有星星吗？不会，不要撞警车就没事了。那个路人全部给他铲掉。好。老讲嘛，老讲嘛，我想说会怕会有星星，牙全部掐得的，是地堡、喔，地堡的车啊，不是，是解任务得到的，解什么任务啊？要解任务才能买的，就是胡子说要解的那一台车子啊。嗯，我开过这个，又只有在地堡运货的时候有的而已啊。哦，那是要解办公室的任务啊？该不会是要偷几台车那样子吧？对，他就是要偷到一定的数量，他才可以给你解他的任务。哇！解完才能买。我的难过的记忆又涌现了。哎呦，他停在你上面哎！厉害吧？太会了吧！哇，可是当一次老大五万块，对不对？为什么要啊？不是吗？啊，不然是 CEO 吗？CEO 啊，也可以啊 ，CEO 也可以。偷车呢？对啊，就是 CEO 啊，在办公室啊。啊，对啊，那个不是要五万块吗？不用吧。我搞错了吗？耶、yeah, ，送到了。耶、yeah, ，刚好十一点了。老大，你的船留在这里什么意思？是我的船。阿文弟。阿九。好啦，我去收台啦，感谢你。好，你看，你有看我？哎呦，这什么鬼？你的船呢？我知道啊，可是我画面没有哎、欸。那你有看到我好像被卡住吗？拍给你看。拍给你看。哎、欸，怎么会这样？啊，我怎么不知道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然后滑板不是有免费购？哦，不是買，我卡住、欸，对，我卡住了屏障，我被屏障卡住。哎、欸，这里有一个无形的影子。对啊，哎、欸，这边好卡哦。因为这里有一艘船啊。哦，卡卡卡。可是豪华版的办公室不是我的啊，还是之前买都有送？我那时候办公室好像是免费领，你干什么？那就可以领啊。啊，然后我有办公室啊，那就可以去弄了。好，感谢。如果要弄的话，好。好啦，今晚到这边啦。想说状况还是不是很好，先开到十一点。那之后想接那个看可不可以就是下节一节吧，我开台节感觉很无聊，就这样啊，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应该会见吧，就这样，大家拜拜。